学法啊，修学佛法啊，爱持戒定慧，立性愿行啊，心得安稳。这是咱每一天伫咧修行，时时刻刻啊，顾好这颗心，提醒自己啊，是修学法的人，咱应该爱用心立志，好好坚持。戒定慧，戒会当保护咱的慧命，那定呢，就立定咱的心志方向，准确，无有毫厘偏差，这就是定。有了戒，有了定啊，智慧自然就开启了。咱若有智慧方向，自然啊，咱就会当解脱、脱离这个烦恼业障。所以修行的过程中，有五分发心。应该大家人也会记得，你若伫咧上《无量义经》，拢会一定读会到。戒定慧，解脱，解脱离结，这叫做五分法身。咱要安怎样成长咱的慧命呢？袂当离开这五行。爱有戒，爱有定，爱有智慧，才会当解脱。解脱了烦恼，才会当接近佛的地界。这叫做五分法身呐，这就是慧命的成长啊。那必定爱立信愿。行，最近啊，从中部开始，一年一度啊的岁月祝福，这回啊，岁月祝福所呈现出来呢，迄个周围真有道气，拢从人人啊，那。这个经藏演绎，体解大道，修持不动，一笔千劫。不管是啊，伫医疗啊，医疗诶啊，大用医生啦、啊，人人呢，都是遐尼只虔诚啊。对大拿开始吼，大拿病院啊，诶，医生有四十位哦，院长、副院长、各科室诶主任嘛，来引领着同仁医生啊，南众多是东渡行愿演绎。哎，这只法尊呐，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精致啊！东渡行愿演绎，看起来的力量，迄、那个精致，同舟共渡吼，迄、份的魄力啊，真正是予人足震撼，鼓舞。将近三十位啊，诶，白衣大师，何里呀？以问言演绎，这隆重下，戒
三尊和尚将大陆要到日本去，这段呢非常艰难，也过程。甘真和尚伊呢修学佛法，这是遐尼坚定的心吗？这种传法的精神啊，是偌尼正坚定呢？伊本人受持戒定慧，因为伊去日本呢，那就是传戒传法，所以戒定慧真坚定哦。甚至呢，伊立信愿行啊，就是心不变。不管偌尼正辛苦，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次过一次，不断的就是经历了迄种的艰难危险，还是同款，几哪年的时间，关关的困难，哎呀，就是无退多心嘛。虽然碰到了困难，再搁再养成迄个道心，再一次的困难加强信心，再一次的困难加强迄个福慧智慧毅力，还是呢用迄个安稳的心情啊。无受周围的险难影响，伊的道心戒定慧的原形，所以心永远呢，都是伫迄个心的安稳中啊。这种的精神用在医疗，将院长、副院长、各科室的主任来引领着无同科的医生，一处一处彩排呀、啊，真辛苦呢！要排练甲人人呢，会当甲迄个曲的韵律啊、词啊，拢会当的。举手动作啊，迄、那个态度、眼神啊，拢会当呢统合为一，这是偌尼无简单啊！排练，迄、那个伫练习中啊，会当去体会到甘真和尚迄念动道的决心。一份呢，修持不动啊，的精神力量。所以啊，因要把这种动荡的精神啊，修持不动的观念，因呢要给学来，在这个医疗的环境中，这是我去的事。因安尼跟我分享啊，甚至。互相赞叹，来讲，默默一生啊，迄种的坚定意志足辛苦的，但是呢，不管是脚痛、腰骨酸痛、磨溜皮、碰趴、流血等等，因呢都是一心坚定，其中有一位。史医师啊，也是主任哦，因为伊本人呢，身体都有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年龄呢，到六十岁啊呢，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医生，伊呢嘛是坚定伊的心，甲人同齐去。拜年啦！伊讲，听，
听，但是呢，还是坚定讲买六包哦，迄、那个止疼的药包啊，吼、哦，不断呢，直直换，直直打吼、哦。这呢，伫咧排练的过程中，虽然疼，伊呢嘛是收治不动吼、哦。这些大家人伫咧分享这位史医师主任他这种的坚定啊，那么陈副院长啊，伊都讲啊，伊讲经过这回的训练了后呢，伊更搁较了解这种排练的困难，逻辑筋骨啊，虽然痛彻骨髓啦，伊感觉讲，这敢唔就是那这种要用生命投入生命中去抢救生命，重重的困难，嘛是爱用这种的心，修己不动的力量来修好生命，修好爱的目标。这下。陈金城副院长也心得呀，赖院长呢，伊都讲哦，即马就知影吼，愈是透彻了解啦。经过了这场的这个演练，这段无短的时间呐、啊，要予这代船会当整齐有力啦。安度过了汪洋啊，这众生烦恼海，必定呢要经过了人人合心合作，以和同仁，专以各可性呢，人人汇合整齐的力量，才有法度呢，把这个生命。照顾得好吼，那这种呢，因为因呢排练呐，用心入法，体悟了迄个修己不动的精神力量，法会当入心，原来呢是遐呢会当坚持着慧命，要安怎成长？安怎坚持人间的困难？如何去克服伊？心之爱立法啦，心中有法啦，行中有法，这法立心心嘛，会当克服一切。感动啊！为着要立经中这种合好。好协啊，吼、哦，真是无简单呐、啊！看到人人的道心、道气真旺啊，吼、哦，真是欢喜而感动吼、哦。所以咱修学法者，持戒定慧，立信愿行，心得安稳，这是咱人人学。法啦，应该爱有爱坚持。哦，咱证明呐，已经呢，《法华经》哦，证明的经文就是讲，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心道，那今处诸大众皆应第一行，诸佛。义无疑，唯一无二性。接下来这段文呐、啊，就是再讲过去无所劫，无量灭度佛，逼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那过去无所劫，这无所劫。大家人啊，知影劫，就是劫波，意思就是长时间。
情其极，就是足长足长啊，偌侪数字的时间啊，咱常讲这源远流长啊，无穷尽的源头，也无穷尽的未来，真正是真长啊！这种以万万为亿，万亿为兆来计算，其实呢，就是兆啊，也无法度去计算哦。啊，或者是一阿精机甲，就一千，干那一个阿精机甲吧，都、就是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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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啊！这么真多啊！这是无法度去计算的时间，叫做劫劫波阿精机劫。所以咱唔免去安怎算啦，都知影真长真长。会言语呢，会当描述啊，迄、那个长时间啊，所以人世间这个时代故意这么长的世间啊，这无法度去数计长时间。这人伫这个世间，世间世就是啊，时间的意思。那么，这间就是空间呐、啊，在这大宇宙的时间、空间这个时代，到底变迁偌多的经过？迄、那个时间呐、啊，人类代代相传，一直到现在啊，这呢时代已经变迁呐、啊。故意变迁呐、啊，这么长久的时间、空间呐、啊，人事变动啊，佮加上了迄种种性族群，迄、那个生活习俗呢，无同。那咱就是伫，敢若讲小小的一个台湾。有葫芦人，有客家人，有原住民呐、啊，英国人，诶，这个生活习俗都无同啊，所以啊，这种无同的习俗呢，安尼嘛是源远流长啊，咱的祖先，葫芦人祖先的生活。习俗，那么客家有客家人的习俗，看那是伫咧农历过年呀、啊，哦，都各人无同啊。那各有这个专求啊，无同，而这个人种啊，这宗教等等啊，拢总是一直延续落去吼、哦。非数量零低，真正是真侪这个人类种性伊个习俗，从旧个佫有新个，新个佫伫哩流传，又是佫再变旧，旧佫再佫有新个，这种呢，哦，真正哩澎湃吼，诶，这种诶，这个时代啦，亲像安尼。不可以数量，非数量会当怎样？无法度去算。哎呀，这个习俗、人种、时代、空间等等，吼，是不可量计，无法度用量啊去计算，吼，到底时间偌久啦？空间偌大啦？种姓、种族、族群，那不同的这个生活习惯吼，那民俗无同，真多真多啊！
所以无量灭度佛意思就是表示真长久的时间一直现在佛陀的生活人间啊，跟人类同样生老病死，生在人间，要来引领众生的正确的方向，同样呢，跟人同样啊，有这个岁月凋零啊，最后呢，也是灭度啊。所以生灭中间，在这个有为法啊。因缘有为法中，安尼呢生灭，时间长啊，空间大，等等呢无法度去计算，安尼呢就无量灭度佛，真正有生有灭，有生就有灭啦。所以唔知偌呢多佛出现在人间，这个佛啊，伊嘛是已经入。灭啦，这灭度呢，就是大梵音灭。对觉悟者来讲，这些烦恼呢，拢起底啊啦，这微妙道理呢，完全都是智慧回归到如来的本性，从如来的发心呐，那来。应人间所需要来说法吼，所以伊是用人间法甲人间共款，其实呢，佛已经无有生死，已经是脱离生死，为着一大事因缘，所以伊爱思想甲人间共款吼，所以啊，就叫做。灭度吼，其实诸佛啊，已经呢熄灭了烦恼啦，那就无有生灭的这个大烦。过去定啊讲，人有大烦呐，就是因为呢，咱有这个身躯，有这个身躯有感受啊，所以会感觉苦啊，所以讲起来灭。多呢，就是大梵音灭，诸佛本来都无有生死的大梵，只是为着要教化众生，现上人间呐。所以一讲大梵音灭吼，那嘛就叫做灭失吼，灭失掉了烦恼，摄影灭。其实是叫做灭度，就是灭诸障碍，度脱分段变异生死的苦。过去已经跟大家人讲分段生死，那就是亲像小乘跟凡夫，都是有分段生死，一段一段，亲像咱这段的人生啦。咱人人从细汉到现在，上了年龄啊，最后的一段那结束，这叫做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呢，已经了解道理啦。啊，不过呢，也阁有消分的烦恼未尽，就亲像阿罗汉呐、辟支佛啊等。因一个变异生死吼，那一个未分烦恼未尽呐，所以百千万亿种其所不可量，也就是讲，诸佛啊，来人间无数吼，那生灭的这个人间呐，在人间看来，有佛陀出世，有佛陀灭度，其实呢。对佛觉悟者无生灭，不过世间法啊，就是讲那无数的佛来人间呢，已经啊是真多真多吼，过去无数劫无量灭度佛真多啦，那多到什么程度？百千万亿种
在无同的种族中啊出生，这些长久以来无一定伫印度啊，无一定伫中国，无一定伫美国，无一定伫倒一个所在，无一定，无一定的这个种族中嘛是同款的有佛出生啊。总共一句，人人拢是本具佛性，无伫迄个种族分别，所以讲百千万亿种，伫无一定的种族中啊出生、修行、感悟、教化众生，这呢是百千万种吼，奇数不可量。迄、那个数字无法度去数量，到底有偌济？这是伫长时间的过程，有遮多的佛伫无同的种族出生，无同的习俗中，那来教化众生。所以呢，这是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说、不可量吼，非可以言说，譬如灵感，所以叫做不可量吼，基数不可量，真多真多啊！所以咱爱学佛，必定呢爱用这份呢最虔诚的心，那修学佛法啦，必定呢爱持戒定慧立信愿行啊，同时呢心得安稳吼。咱若有信愿行，咱的心才会安稳呐，道心坚定。各位学佛者，请大家啦心向佛啦，从外面咱的心外的佛呢，回入本心吼，记得。清净如来地，那一旦安尼啦，咱向前前进啦，方向无差错，那就是爱看咱人人是毋是有伫咧多用心嘛、啊。